潮水没过丁字坝的情形。 现场呢一直是刮着东风，这就是鱼鳞海棠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拍打到堤岸的潮水已经翻卷奔腾咆哮，激起了巨大的浪花。在现场我们可以感受到风声、潮声、水声。现在呢，让我们把画面和声音交给潮水。 潮水翻腾奔涌，他们像一头头巨大的困兽在寻找出路。岸边的这个望潮人呢，他们已经发出了欢呼和惊呼，卷起巨大的浪潮，是瞬间就淹过丁字坝。现在潮水呢，已经呈现出各种各样的潮头，他们有的向前丁字坝的尽头，他们现在在以很快的速度来涌向大缺口。 潮水经过我们脚下，发出隆隆的巨响。我们感觉到大地在震颤。我们也希望通过画面和声音，把这种感觉带给电视机前的您，给潮水呢留下了一个温柔的空间。大家现在。